经过快两周，现场很吵，是因为德国运动员刚刚完成了高低杠的比赛，对，在德国主场，对，现场的氛围也是特别的热烈。来看，好的，踩界了，他前肢卸了前肢360，柳金的身材的线条完成舞蹈动作还是非常漂亮的，对，四肢修长。传他妈妈的表演的天才，对，天赋了。选手班360切540、哦、啊，他那个高度啊跟落地的姿势不行，他这一套动作这地方不好，在地上的弹两段分腿太大。柳金的舞蹈动作可以和艺术体操选手相比了，我们看看他的舞蹈功力非常的强，自发跳180，好，最后一串的900，来自美国选手柳金的自由操比赛结束。因为前面的项目没有比好，所以呢，在自由操的发挥